我相信你的表演。是谁杀了我？到底是你们谁？哎，说！哎，控制住情绪。家里的所有经费都用来让我上学，他一直陪着父母在务农，所以我觉得对他真的有亏欠。其实我母亲走的时候，我在他身边，他跟我讲，他说让我不要害怕，也不要叫人，也不要担心他，因为他找到快乐了。 我是有杀我老板的动机，但是他不配。我就是为了蓉儿来的。我心疼他，我看我哥哥一直虐待他。后来我越来越受不了了，所以我想来劝劝我哥哥。然后我就想向蓉儿来表白的。魏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，阿姨在他生日那一天，你为什么还不说呀？这是你的毛吗？为什么在你枕头底下呢？ 你是真院长吗？没有哥哥，森森，我就上班，我都这样。死了！哟，看着可疑的都拍了。我还没有这个盔甲瘦呢。我都累死了。你干了啥？你就累死了。我看香蕉就有没有钥匙？他冤枉你一个好人。你也冤枉了一头奶牛。各位有任何需求，我的手牌号是666。